全明星省油，讲一下扫除吧。我第二天他送你很好的东西，我觉得这戏真的是做得很美耶。其实，等一下吧，累签，七点空哈。我们先讲一下扫除。扫除就是我们的埃及艳后，今天送小龙女啊，他可是很像打错了。等一下，哎，这个后是故意的吗？埃及艳后，哎呀，这样我怎么打标题呀？好吧，埃及艳后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。不过他就是这个后的话，我们就讲这个后好了。技能给大家一下。激光蛇杖，魅惑，把他祝福。所以我发现它里面还有一些怎么讲，一些自创角欸。欸，不对啊，欸，我得到这 S， 真好难讲哦。要不然我今天先给你们看一下那个啦，我得到小龙女好了，我们先不要讲埃及艳后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呦喂啊！现在是在踢我的铁板吗？我觉得我要先讲吕布，因为我觉得吕布比较帅。这只也是 S， 你想要钻石吗？我先讲吕布好了，因为他说那些英雄好像很帅的样子。我先主线啊，不然这个一直吵我。自动升级。还可以，跨步可以打字吗？不行。啊，他知道我可以扫荡吧？我那集不是跟你们讲说他还蛮佛心的，就这样。就一件小灯，然后有机会从这边讲好了。哦，吕布刚好是最后一只哎，哎，就直接讲角色比较快啊，跟大家拉点什么，来参考一下啊，吕布，好帅啊。